我居然吃到了大米！跟大家科普一下，现在的八爪鱼基本上都泡紫了，这个难得啊，一定要给我双击！啊，八爪鱼，满满的大米，咬大了，给你们看看好了，哇，真香，好喝，
的话，热气腾腾的啊，来上一个啊，嗯，有进去啊，大珍珠。牙还黑，有沫。嗯，这小沫汁。墨汁在这里，墨汁没有破。大珍珠，短腿八爪，这一口全是大米。这个短腿很嫩，这个没有大米，这个是沫儿。这个季节带大米的还是比较多的。热气腾腾的，来一口。没有墨，不知道八爪鱼现在是不是到时候了。
这个牙齿给它抠出来，牙齿搁这块呢。腿好吃，这个腿比那个头好吃多了。牙膏不好，我感觉都咬不动这个腿儿，太大了。太难找了。八爪鱼，大波头，给我个双击哦。